小破站连发多条微博官宣预热跨年晚会，发文说：“阿碧将为我们的五年全勤劳模人间小百灵王子殿下周深送上锦旗一面，感谢每一年跨年夜的动听歌声相伴，新的一年也要天天开心哦。”锦旗上写着“全勤劳模周星星王子殿下，请开心，哈哈。”小破站是懂粉丝的，周深也说这是人生收到的第一个锦旗，那就祝全勤劳模王子殿下周星星天天开心吧。 叨叨前面剧透过，今年周深在小破站录制了三首歌，unstoppable、千 Un 灯之约、浮光，舞台都极其惊艳，一起期待吧。另外，马上就到二十八号抖音跨年直播了，据悉周深将演唱借梦、冬天的秘密、风的季节。叨叨前面说过，借梦可能会成为继若梦后的另一个出圈爆款，也许从这里开始，借梦的齿轮就真正开始转动了。 而冬天的秘密因孟子义对周深的深度采访，而又一次爆火。周传雄老师在演唱会也 cue 了两位，哈哈。风的季节是继敢爱敢做后又一首粤语歌翻唱。小破站的千灯之约和小抖的冬天的秘密，只能说两家真的是懂流量密码的，哈哈。 然后二十三号录制的北京跨年也有三首歌，若梦、乌兰巴托的夜、儿歌串烧。央视跨年《灯火里的中国》、大湾区音乐会《人间星河》，还有江苏卫视跨年直播曲目未知，期待也是三首。六平台至少十二个曲目，狠狠期待吧！关注并点赞，谢谢。